下来我们要颁的奖。没那么快了。啊？没那么快了。我们可以先来一个你最经典的，大家要听吗？中国人怕鬼。怕鬼，怕鬼。西洋人怕鬼。全世界的人都怕鬼啊。Yeah. 这一段话不是我讲的，是我在做广播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导播教我说的，而且我很怀念他，很尊重他，让这几句话变成我的商标，谢谢。爷爷，有没有 freestyle？ 有没有 freestyle？ 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这个下面一个是气话，话。还没。爷爷，还有一位没有拿到奖项，可以颁给他吗？啊，谢谢。